Cuando sono sola sogno l'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Sì, lo so che non c'è luce l'una stanza quando manca il sole. C'è non ci sei tu con me, con me sulla finestra. Mostra tutti il mio cuore che hai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 incontrato per strada.今天我们的原文刚刚前面听到日文英文，大家或许都有一些涉猎啊。哇，想不到你今天刚刚演唱的是意大利文，好难哦。什么时候学的？就想到要学，就是要唱这首歌的时候跟学校老师学才去学的。嗯，这个是最近的事。对。 Oh my god， 来来来，张云老师请讲评一下。这个歌我很熟啊，因为那个莎拉布莱曼来台湾记者会是我帮他弹的啊。然后那个，对啊，真的吗？现在不是笑话。对啊，对啊，对啊，你帮他弹他这个歌啊，我钢琴帮他弹伴奏的。对，我要说的是，这个歌的难度很高啦。嗯，所以你能诠释成这样，我心里面就会有迷惑，我是要给你高分还是不要给你高分？因为它真的很难，所以你能够唱到这个歌曲的70%、80%，就应该要鼓掌了，这样子就应该觉得叫好叫座了。但是如果说以我熟知的这首歌来去衡量你的话，又不行。可以把那个比较高的标准拿出来让他借镜啊。如果要达到完美，还差哪些？其实莎拉布莱曼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细的，非常轻柔，但是你是听得到他的声音的。嗯，他不是，对对对对，他那个你就觉得啊。哦，很小声，但是很清楚，这个是个很高的境界。然后其实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他外面播放的是莎拉布莱曼跟那个盲人那个 Pacelli 对，一起唱的。那 Pacelli 那个那种声音，那个穿透力又是达到一种不同的境界，所以我不能用这种东西来要求你啦。但是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的印象太深刻了，嗯，所以。但就一般的这个演唱水准，他已经表现不错了。这个已经算是很棒的啦，嗯，就是，以他的水准。像刚刚我跟怡蓉讲的 concerto， 你必须要用你的呼吸，你自己的呼吸哦，不是莎拉布莱曼的呼吸哦。像他前面那个 classical 的唱法，你知道，如果你有去学过声乐，说不定那是你下一步要做的。你说不定可以去学 opera。嗯，对呀，啊，那可以让你的回来流行音乐的时候，你的歌路会更广。对，嗯，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就像他讲的，也很难评，但是真的已经做到了。其实像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回去听他的唱片，他是有，他
他那个渐进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一波唰，一波唰，这种你要唱到这种感觉。好，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啦。好，评审老师希望你努力，但是我们看看就歌唱比赛的水准来说，梁文音可以得到几分，请评审按灯。他得到的分数是21分。谢谢，谢谢老师。好，非常高的分数。梁文音，事实上你说从国一到专三也在合唱团学了7年的声乐，是不是？嗯，哎，不是，是不是？对。说真的啦，小胖老师也给你满分，这也是很难得的分数。小胖老师就是非常好嘛。你坦白说，文音能够唱歌，在一个难度这么高的状态之下，你唱歌还能带着笑容，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确定我做不到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老师行不行。你光是这个台风的部分就让我非常的折服了，希望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准好吗？谢谢老师。你们唱歌可以一面唱一面有笑容吗？谁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哭的？你告诉我。像少女，少女。刚三位老师都对文音的奖评我觉得有点偏好了。我个人觉得今天你既然要一个歌唱比赛，你既然要选这首歌，你就要有把握，你可以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它是多，它的水准是多高或怎么样，因为曲是你选的，所以你就要把它唱到完美，不然就不要选。真的很狠呢你，然后但它就是真理就对了，嗯。刚刚有提到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光这一句这四个字，如果唱不好也是松掉。哦，示范一次，示范，是来 ，Time to say goodbye， 呆掉，呆掉，嗯，对，所以尾音要收，收的话就变成 Time to say goodbye， 有听到尾音吗？这样可以吗？哇，沙拉灭绝师太，厉害厉害。好，今天大家这个获益匪浅，在这边非常恭喜你拿到高分，恭喜梁文音，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欢迎黄美珍。好，美珍今天也是走日系风，对不 对？选唱的是来自娜娜电影的片尾曲，对，叫做《Endless Story》。好，然后也是沙哑翻唱过的，对不对？掌声欢迎黄美珍。演唱时一直有着咬字问题的美珍，特地在赛前进行了国语的正音课程。这次她也将选唱难度颇高的日文歌曲，对于从未学过日文的她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挑战。这个不是卡，哦，是用嘎，嘎，对，嘎，对，是用嘎的，是用嘎的，对。在进行了中日文语言特训后。他究竟能不能顺利以两种语言来完成这次的歌曲演唱呢？这次的翻译歌曲我找了一首日文歌翻中文，因为我不会说日文，也看不懂日文字，所以这一次呢，